郭书瑶去年拿下金马新人后星途大展，属马的她受到厂商青睐，在马年开春之际接下活动代言，今年荷包进账看涨。她身穿红色无袖洋装喜气现身，却把傲人的好身材包得很紧，事业线深藏不露，不免令现场宅男粉丝失望。瑶瑶立刻澄清，因为还在重感冒，只能小露美背和玉腿代替事业线赔罪，希望大家别见怪。瑶瑶直说放长假太放松，结果从除夕开始感冒到现在，现场仍频频咳不停，还要在场记者们闪远点，免得中招。以往都会帮忙做年菜的瑶瑶今年也因为感冒停工，因为妈妈生怕瑶瑶病毒会残害全家，让她只好整个年都在家休息。娱乐新闻为您报道。 Kiss me, say that you miss me, tell me